不用了，不用戴口罩了。爬山不用了，大家就有想戴可以戴啊。我记得我们之前都是左上右下，不然我们来这次来右上左下。对啊，这边好，走吧。 这吧，被人家吐掉了。嗯，你要看一下。是大家都没有往下压，我们还没去。说的也是，我是其中一个。看一下，对了，我们要往竹叶市再上去，这样绕一圈。那竹叶市就给它下山就上去。哎，丢丢。那这里直接登上去就直接在这边建筑。了解了解。其实这样也是可以。这边也可以到。对，对了，都可以，好像都可以。 好，那感觉上这边，往这边好了，走吧，这边吧。对，小圈大圈，论卷题。啊，没想到里面还有分两三条路。我们现在在中间的嘛。有写吗？ 而且往那边，到岩壁喽。到前面一点可以收起来，那个登山杖可以收起来。我们看到绳索。命运车，命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们看到，我看到。哎，等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不太会。镜头。看到，看到。有没有镜头？归来。 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不要让我们走啊！我在录影呢。啊！你可以找树吗？我在录影呢。两根呆子一样，你可以找树吗？你们快到上面了。 可以。谢谢。哎，小心哦。看夜景不错哦。你蛮难啊。黑林，我这样爬这个叫病哦。黑林啊，不会打击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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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石头比较多了，大颗大颗这样。这边是岔路了，我们刚如果走左边，应该从这边过来。对。哇哦！哎，这颗石头。很高呢，这个 view 很好，美丽华。
哦，圆山大饭店啊。哎，这颗真的很厉害。好，飞机。飞机耶。两个来论个剑，好，来你们论一下。我们论一下，来，你是什么颜色？你是绿色对不对？你们都可以的。那我拿红色，这样叫死对头。死对头。红，对。我要站在这个圈子。对啊。然后。太长了。不是你们招式不对啊，你们有弓箭步的。太低了啦！哦，你们一样精华。那有人剑拿这样子的？论个剑也要在那边，所以姿势摆好了没啦？好了哈，好来。这样子是完美吧？好吧，这样可以。好来，一二三。啊，你要真的锵锵锵一下啊！好了，我再一张，纸啊。KO。看你们两个匪气哦。酷哦。这边有个登山队会常来，我在猜。就是那颗最尖的那颗啊，最尖的那颗啊，那颗大的吗？对啊，大的还可以，小的不行。前面有一个小的啊，去啊。休息一下了。手机先收起来。一零一。对，我们刚刚从那边上来的啊，现在从那边下去。这边view很好哎，超好的，这个角度很好哎，有兴趣吗？你们有兴趣吗？拍照啊？对啊，很好哦，蛮好看的哦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可以啦。你刚才那边敢站，这边不敢站？没有，那边是平地，好不好？那边是平地。对啊。OK。都可以啊，走下面也可以啊。我也想要走，我也想走，我也想走。
对，等一下泡温泉就好了。泡温泉，你的肌肉就会放松。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大腿在酸。太久没动了哦。太久没动了啦。下山了，下山了。有啊，口罩请戴好。走，走，成功，成功。我想说你要知道，对啊，那我们口罩赶快拿掉了，拿掉没关系啊，OK 啊。这边就坐车，坐接驳车过去了。因为山塘那边没有停车位，用走的也可以。那我们走过去就好。用走的也可以。对，用它泡汤。你们酒会要不要照一个包厢？那十五个位置可以坐下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哈。田泽，田泽。我第一次进来包厢哎，真的。我来这么久没有人直播啊，因为我们都等着。直播就是一个红酒的开瓶器。对呀、啊。对，你录下来喝，就是一个红酒的开瓶器而已。然后跟我抱怨这个东西，还一直要冰块。然后真的。我现在只要开水，不好意思啊。